好，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到这里，这个又熟悉又陌生的新河岸乐园啊。然后观赏我们又熟悉又陌生的东方快车，谢谢大家，在这个大雨的时候，感谢您，谢谢。我们会唱一些唤起大家儿时回忆的歌曲。今天照例会很吵闹的一个晚上，大家已经习惯了。Yeah!